然后我可以做个事情，我把谁，我把这个内容是不是给它打在那儿，是吧？给打在那边。你这里打一个什么？等于 date，对吧？等 date，我把这个 date 给显示在这儿。啊，就我们先做个简单的，就是全部显示数据，啊，全部显示数据。那这时候说实话，我们应该返回的是一些JSON 数据，去解析这个 JSON 数据就行了啊，JSON 数据就行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大约就方向搞差不多了。那现在就是我们去建立连接，然后去发消息了吧，是吧？发消息。那个这 email 里面有这么一个input 的输入框，是吧？input 的输入框，type 等于 text，哎，text 啊，name 等于content 发送的内容，对吧？input 啊，后面呢，我给它来个什么呢？再来个 input 吧。啊，不用 input 了，用个什么呢？用个按钮，按钮是什么来着？button 是吧？啊，对，button 对，button 好，button 呢，它有一个叫什么？有一个叫 onclick，对吧？我应该等于谁？等于这个 connection，是吧？你前面名字之后建立连接，没错吧？好，中间显示什么？连接，那等于连接。好，这样子就是我一填一个名字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内容是吧？叫内容吧。我一点就创建连接，创建连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前面有一个图图没做，就是我们是不是要获取它的名字，是吧？获取名字在这儿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就是 document，看这给加个 ID 吧，ID，因为 ID 好找啊，因为 ID 只能有一个值嘛，是吧？你要根据内部的话，可以拿到好多个 document 点，get，这都学过吧？这玩意儿，都学过是吧？这里应该是什么？value 是吧？是这么写吧？没错吧？是完这吧，应该是 value 是吧？应该是 value 啊。好，这样的名字是不是就有了？是吧？我自己名字就有了。好，这里连接有了。那我再去写个窗口，窗口干嘛呢？就是我给谁发消息，是吧？给谁发消息来？这样的话有个 input 来 type，等于 text，然后写个name 等于 to user 吧，是吧？to user。好，这是前面写个内容叫接收者。接入的名字，啊，我们就这么简单的聊个天啊就行了。来，B 二，我也给他加个什么 B 二，啊，B 二，好，然后下面那个是什么？内容，啊，内容来，内容的话应该是个 input 吧，是吧？input，那 type 等于 text，好，name 等于什么呢？to message。对吧？message，好，下面应该有个按钮是发送，是吧？当然，这个发送时间我们还没写啊，发送时间还没写，所以说我们等会儿再去写。我们先看看能不能建立连接啊。到这里面是发送，发送的话就不应该是它了，我就先随便写一个空的啊，写空的。等会儿我们把发送的方法给它写出来啊，发送方法写出来，就是我们需要去把这些数据转成一个JSON 数据啊，JSON 数据给它拼过去，好。那页面这样的好像差不多写完了啊，差不多写完。我们有个建立连接的，我们先去试一下啊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它跑起来，是吧？把这个项目给它跑起来。跑起来，算了，我用这边跑吧。啊，用什么都一样啊。来，咱们给它 server，我来五，我把这个换掉，部署成我们自己这个新开的这个 web circuit 包。走。他们给他8.5，启动一下。有人说，你不需要去配置 Servlet 这些东西吗？我们以前在 Servlet 上面加了注解之后，也不需要去配置什么东西啊，没错吧？他自己可以啊，跑起来来。现在不熟，好，拒绝连接。这谁拒绝连接？他说。我连196，我怎么会连196呢？196是我那个什么，是我那个虚拟机啊。就 Tomcat 8里面，我是不是部署了另外一个项目？看，我 rebuild 了整个项目啊。就是它启动的时候还把原先的项目给启动起来了，导致我连接那个原先的项目连不上啊。算了，来，我老实实的来，再新建一个什么？怎么开它？啊，这个来，Web Circuit，好，部署一个项目，
Web socket，哦哦，部署错了，对吧？我部署成 Web 了，应该部署谁啊？Web socket 是吧？来，就它。我刚刚估计把 Web 给部署上去了，因为 Web 里面我们不是连那个196了嘛，是吧？我们有一个注册中心，是吧？连它了啊，啊，这启动起来了吧？啊，起来之后我先输入一个什么？让我输一个张三，点个连接看看。啊，不支持。哦，那我，再不让我砸自己的电脑是吧？我上面这里是不是写错一个单词了？看看。如果它 in window, socket，哎，没写错啊。哎，感觉好像是写错了一样，感觉这刚有个黄色是吧？现在不是黄色了是吧？感觉好像是写错了吗？In window，如果它我们把它拗出来，else 的话就给它来。啊，我记得是这么写的啊。哦，再随便写一个来。哎，那 web socket in DOW，哎，对，没错吧？哦，S 是大写是吧？S 大写的，啊，这个 S 是大写的，停掉，再抖一下，到，取消。我点了两次啊，取消来。再试啥来？我是张三，建立连接，看到吧？建立连接了吧？我们什么时候建立连接的？日志，是不是代表我这个叫 window on open，这个 on open 方法出现了，对吧？on open 方法出现，正常来说，我应该把这里面这个方法是不是给它写写 on open 的时候，我打一行日志啊什么之类的，好看是吧？来，打一行日志来，我们在这儿输出一下来，这是name 先给他来个 SOC 吧，就是用户建立啊，连接了，啊，连接了，来，我打印这么一句话吧，啊，打印这么一句话，来，我们再跑一下，你看我一关其实可以看到页面上，连接关闭了，说明我们其实是对的，没什么问题啊，是吧？说明我们是对的，没什么问题啊，来，好，我再输一个什么，张三，连接，是不是建立连接了？然后看服务器上。附件是不是写上张三用户建立连接了，没错吧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和服务器建立连接了？现在我们只要做一个事情，什么？是不是聊天？聊天。但聊天的话，你发现我们聊天是不是发送内容这个逻辑还没写啊？是吧？还没写。我们需要把这发送内容逻辑给它写一下。这个页面看着比较难看，我就把什么，把这个地方加一个什么，边是吧？加边，我多扔几个边在这儿，然后让它隔得远一点。好，呀，什么鬼？what？复制，粘贴啊，来，这样子我们需要把这发送的逻辑给它写，比如说我发送写一个什么 send message，对吧？send message，啊，send message 这个方法的话，第一个我们要做什么？是不是你点击的时候，我找到你发送给谁，然后发送内容是什么？我把它拼成简体字符串发给服务端，是不是就行了？知道吧？好，来，那这里面我们需要写一个方法，啊，这个方法用来发送消息的，啊，发送消息的，来，那就是function。叫什么名呢？Send message，对吧？Send message。好，这里面第一件事，首先获取到发送给谁，是吧？第二个，然后呢，获取到发送的内容，是吧？获取发送内容，第一个获取了发送给谁，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这个那个 ID 吧，ID 等于 to user，是吧？to user。好，这个 message 一样，我也给加个 ID。啊，我用 ID 的原因是因为 ID 我可以啊，只找一个，就不需要去写 to name 的话，根据 name 来找的话，能找到好多个啊。你还是要去从数字里面取啊。来，第一个获取发送给谁，跟上面一模一样。document 点 get element，它这里换一换名字叫什么 to user 是吧？点 value，没错吧？这是不是找到那个内容是吧？找到内容来，那个 one，呀。
来，one，two，我等等他，然后来再来一个，one，two message，这里写谁？to message 吧，是吧？to message，这样我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发送的内容了？下面我们是不是只要去网连接上面发就行了，是吧？网连接上面发，那就是就差一件事情，网连接上面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发法？把网连接上面发，它就跟那发法。我们首先你要判断什么？你的连接是打开的吧，是吧？得有连接我才能发，否则的话会抛空指针异常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将发送的内容转成一个什么？转成一个接听项是吧？来，如果 Web Socket 不等于空，啊，你说，哎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判断，什么时候不该判断怎么办？那你就不判断。很简单，就是我这里为什么写 Web Socket 等于空？因为啊，我第一次写的时候我忘了写了，然后我现在没事儿，上来就点了个发送。就抛异常了，那然后你就知道了。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是该写的时候，说不该写的时候，你就不写，因为啊，你早晚会记得的，他早晚会给你抛异常出来。你说我肯定，因为但是有时候你不一定遇到，因为你作为一个程序员，我们知道一个逻辑是什么：第一步先进行连接，第二步才发消息吧。但是测试人员可不管这一套，做测试他可能上来一点发送了，能明白吧？上一点发送之后就啪就抛异常了，他就告诉你有异常，啊，你不能期望任何人。做的事情都是按照你设计代码的逻辑来执行的，因为总会有人不这样执行的，是吧？所以你不用担心啊，你说我不会忘记写了，没关系，早晚会有人告诉你啊，这里出异常的啊。外部数据不等于空，我们得开始去把这两个数据给拼到一块，是吧？那怎么拼啊？怎么拼？来 one m e s s h e 应该是等于这么一个东西，大约是怎么写？字符串嘛，字符串应该是单引号是吧？我去这个地方拼字符串怎么拼啊？我们外面一个是单引号吧，这次字符串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格式？大括号里面，比如说有个什么来着？我看看，我们取的名字叫什么？凸有角是吧？凸有角来，这里应该写一个什么？凸有角是吧？然后加上一个冒号吧，加上冒号，后面应该是什么？不对，冒号不应该在这儿，冒号应该在里面。再加冒号，加上 to user， 然后后面应该拼什么？再加上一个单引号、双引号，这样子吧。to user 是空，是那个透视颜色的，没错。后面这里应该是个什么？是个逗号吧？逗号是不是再拼另外一段？再拼另外一段的话，应该还是个什么？双引号，叫什么来着 ？to message 是吧 ？to message 后面也是一样吧？这个，对吧？它然后双引号、单引号，加上 to message 啊，然后 to message 后面的话应该是加上单引号、双引号，双引号，然后大括号、单引号。是吧？是吧？最外层一个单引号是吧？这里面一个双引号一块，这个双引号加单引号是一块，没错吧？这双引号是一块，没错吧？这个双引号加单引号这一块应该是没问题是吧？啊，有问题就再说，他会告诉，就是有问题你发送的时候发现发不出去啊，你就用浏览器调试一下，他会告诉你这行有错误，就说明这个拼这 GS 拼这图片拼错了啊。来，就这么着吧。好，怎么发呢？就 Web Socket 的。有个 send 是吧 send 把谁把 message 发出去就行了，只要我是不是告诉你我发给这个人然后发这个内容，没错吧？好，发给你发这个人来，那现在逻辑好像写完了吧，写完之后我们再启动一下啊，再启动一下来，这样之后看看有没有错误，看有没有错误来，就右键检查，没有错误是吧？这个地方没错误来，首先我是张三弥漫，我让他连接，建立连接了吧？好，我要给李四发消息，发个什么呢？发个什么？发个什么呀？啊，李四啊，朕的大清亡了，亡了，
完了，我上节发动你看，做错了吧 ？Send message 没有被定义，我方法名字写错了吗？啊啊，是写错了是吧？这哎，没，应该没错是吧？应该没错。对，我上面也是跟他一样的。我是不是写错位置了？我写错位置了。我写到另外一个方法里面去了，是吧？我写到另外一个方法里面去了，所以我应该把它什么剪切放到外面来，是吧？我把它放到哪里去了？放到 A B 放到 connection 里面去了，这肯定不对，是吧？来，最好是重新部署一下吧。好，张三，建连接成功吧？输入李四，啊，小伟呀，小翔呀，小翔，你们想让我写哪个翔？写哪个？第二个吧，小翔啊，好嘞，啊，来，怎么着？啊，还有小强啊。直接发送，看了吗？对方不想搭理你，必须向你抛了一个异常。为什么？是不是人不在线？我们给你返回了一个消息，叫这个内容。说明那现在就是干嘛？我再新开了页面，是不是就行了？来，那括号在8080。你说你他 session 不是同一个吗？注意啊，这个 session 是什么？我刚说的 session 是我们的 HTTP session 吗？不是啊，是我们的什么？外面 socket 的 session 是吧？是通站的建立连接成功的。来，好，李四来了，你再来了吗？好，咱们看啊，发了消息。这个内容，这个内容咱们不管它，那就看这边，知道了吗？嗯。这里为什么还抛了这句？因为服务器没有给我反馈消息啊，没错吧？所以说我这个内容是不是一直在这儿？能明白什么意思吗？这句话为什么还在这儿？我们这里内容是不是服务器给我们发的消息之后我们显示的？但是我给对方发消息，是不是对方现在在线？我服务器是不是没有反馈消息？没反馈消息，我们页面上是不是原先有这的内容？所以说它一直还在，没错吧？那你看啥？我再给内容，随便发。发送到，一走，再看这边，知道了吗？知道吧？那好，现在好吧，给张三发个消息不就行了吗？吾皇万岁，发送。这不管，因为这是我收到的消息嘛，对吧？你再看这边，是吾皇万岁，没错吧？这个能看明白吗？啊，你看张三是不是给李四发消息？李四是不是在这边啊？所以我这边是不是发送任何内容？发个什么内容？发个正式点的内容来，啊，正式点的内容。Hello， 摩托，啊，来，发送，我是不是张三给李四发送个 Hello 摩托，是吧？这边你看发现，是不是就收到 Hello 摩托了？没错吧？对吧？是吧？这边说，我用，哎，你妈来！我用菲尔普斯专用山寨防水机，是吧？防水机啊，山寨机就是牛，是吧？来，然后李四给啊张三发了消息，然后咱再回来看看，这不是张三吗？是不是收到消息了？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互聊天？只不过现在我就是只显示这一个嘛。那正常来说，聊天界面你是不是有个界面？上面咔，这边是一个记录，咔，这边是对方发过来的记录，对吧？没错吧？啊，那我又不去写那个了。你们知道我界面感不强是吧？虽然我也可以通过 GS 这边生成一个框，这边生成一个框，但是很丑。但最起码现在可以证明我们是不是可以两个人聊天了？这是不是证明我可以和服务器建立关系了？服务器是不是主动？这是不是服务器主动给我发的消息？没错吧？就是李四要想给我发，是不是李四先发给了服务器？服务器是不是主动推给了我？是这个意思吧？那现在这样子，这个基本的 web socket 我们是不是就感觉好像搞定了？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开始往那个什么项目里面套了，对吧？套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嵌套到我们的支付里面去搞定？明白吧？嵌到支付里面。